有关于是那个是美化男性的三个面相，不，运势面相三，有三个子细化，子细化，三之一、三之二、三之三，三之一是参与式环境美化，参与式就是说这些部落的能力，然后去做，比如说当土墙美化，还是什么东西的，就是说让部落变得更好，整理环境的，然后变成说是大家一起参与的，虽然是叫参与式。参与式环境美化计划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这个第二个，它南投有在那笔记，它附赠是什么意思？附赠那个光复的复，振兴的振，附赠，所以它有两万卡，就是传统政府附赠，就是让他们去回味去看一下。去过啊，沙仁部落那个旧古仓啊。什么沙仁？沙仁部落，沙仁部落平东牛排。不是，他们去的那个家都把他没有去。然后这是第二个嘛，第三个三至三是闲置空间再利用计划。闲置，你部落有没有闲置空间，你就把它整理出来要做什么事情。南风有南风的闲置。